现场的贵宾，大家午安。非常的欢迎大家莅临今天《真爱奇遇》我的鸟语兄弟新书发表以及全球首卖庆祝会。青海无上师多年以来陆续收养了许多的鸟语兄弟跟狗宝贝，那在这些过程之中，他跟他们的互动有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那青海无上师决定将这些故事集结成书跟大家发表，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荣幸请到各位贵宾今天莅临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首卖的发表会。也非常的荣幸我们今天请到各界的杰出人士莅临现场。那另外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今天众多到场采访的媒体朋友莅临。那现在呢，我们在另外有两个场地同时跟我们有进行视讯的连线，那我们呢可以大家透过镜头跟另外两个场地的朋友们 say 个 hi， 那我们也请另外两个场地的朋友们也跟我们 say 个 hi 好吗？我们现在请镜头跟我们带到另外两个现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新书发表。《真爱奇遇我的鸟语兄弟》是青海无上师多年来他的著作，首度在一般的连锁书店、网络书店等外界的书店流通上架。我们在这边非常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作者青海无上师本人跟我们一起进行现场的连线。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看到你好高兴哦。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开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鼓掌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有请师傅一起欣赏。师父，我们跟您介绍，今天的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贵宾，但是因为人真的是好多，那我们一起让这些贵宾跟您打招呼。师父好，然后除了这些贵宾之外，
今天现场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媒体，有台视、华视、东森、中天、年代、TVBS 等最主要的电子媒体都来了。Hello。那师父在此跟您介绍一下，就是除了我们的贵宾还有就是媒体朋友之外呢，我们另外有两个现场的朋友也很想跟您打一声招呼。那我们现在呢就请中华电信的场地的朋友们跟我们师父连线。Hello 大家好吗？谢谢来光临哈。恭喜大家发财快乐，天天开心。谢谢师父。谢谢大家。那我们除了中华电信的场地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现场是在爱海艺文广场。嗨，大家好。哦，好漂亮的人，漂亮的人。师父，我们现在这边后面已经坐了好多期盼您新书的读者。那谢谢来光临。我们祝福您的新书可以成功顺利热卖。啊，谢谢谢谢。我们希望可以一起同声祝贺你的新书成功。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口号。啊，谢谢。I love you too.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热心鼓舞。我们主要不是说为了卖那一本呐、啊，就是主要为了让大家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很宝贝。上帝，送给所有的众生一样的。平等的灵魂，所有众生都有感觉，都有灵性，就这样是目标了。OK， 谢谢了，谢谢大家拥护。师父，现场的许多的媒体朋友， yeah. 还有贵宾，都很想要听听看您对这本书的您自己的感想。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发表您这本书？您自己心中想要跟我们分享了什么讯息？第一就是要跟所有的有缘的读者分享我们世界美丽的朋友们，像小鸟啊，其中一个，因为他们真的很漂亮，又灵魂非常非常美丽。非常聪明，他们有感情的很深，比我们没有差别，所以是让大家一起欣赏嘛，就是这样子，第二，就是也许我们，经过这些小鸟的朋友，可以了解一点，比较多别的众生。只有那么两个目的而已。如果能卖的话，能变第一名的话，哎呀，更好。如果不行的话，最少我们分享嘛 ，OK？ 谢谢，谢谢大家都跟来欢迎，谢谢拥护。接下来，现场的贵宾或是有什么跟这本书有关系，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现在请就是新水友的发行人廖发行人先来跟师父做一个互动。青海无上师，
我从由衷的敬佩你的书，我阅读之后呢，真的是你是一位是艺术的创作家，也是灵性的导师。当你的书呢，我是一个配集一个配集的细细的品读，每一个配集我可以觉得应该让所有的来宾回去的时候好好的，因为呢，每一个画面它都有足够的让你展现，让你能够去欣赏，然后呢可以启迪到你的心灵的深处。而且他的文章，他的鸟语的对话中，是让你像在享受一个很美的旋律，而这演奏出了一个生命的乐章。他的真善美在我们内心深处里激荡着，心灵深处的柔软的心，让我们觉得这本书啊，我一直觉得如果能够当作礼物书来赠送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当作礼物书。再来就是说呢，这本书如果家庭能够作为一个亲子共读，它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有关爱、分享、感恩，而且读这本书呢会带给我们的非常的幸福快乐。这是我这几天因为拿到你的书，我是一篇一篇回味无穷的再读，从内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到荣幸幸福，有这个机缘能够读到你的好著作，谢谢你。我自己也是出版社，也是书局，我从事文化事业有40几年了，我今年也是70岁了，所以今年读那个书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那种又让我重回这种柔软的心，真的是太好了。或者我想我将来送给朋友也是会送这套书的啊，谢谢你。你是真的记者是吗？这真的是第10岁吗？会不会算错了？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就说第10岁，没有人相信的，要出证明书才行。进来这种好的书吧也不多，像这种书，这种具有这种的出版的这种版面这么优美的也不多，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值得大家一起来推展。谢谢谢谢。这个 beautiful book is rare, so I think she thinks everybody should spread the news. Thank you, 谢谢谢谢。真的讲心里的话会感人，谢谢。接下来这位现场的贵宾想跟您说分享。师傅你好。你好你好。我大概在20多年前就看过师傅、我太太也是跟你印心的、有缘，她一直到现在还在吃素。今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这个师傅的新书发表会啊，我就很大的震撼啊，不仅是 surprise 啊 shock。 我觉得这个书呢有几个很好的很高的意义在里面。第一个呢，师父呢你以身作则，就是把这个我们人跟动物之间的这个沟通啊 communication 呢把它做到了啊，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把我们跟动物之间的这个一个 fence 啊，一个 wall 啊，一个墙壁啊，把它拆掉了啊，我们跟动物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第三个呢，师父呢达到这个完全跟动物可以和平相处 peaceful 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个启发呢让我们觉得说世界里面呢有很多的这种分裂，很多的这种不协调，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
能够像师父一样这么崇高这么伟大的话，那我们跟世界任何的生物任何的友情世间都是会可以相处的。所以这点我是今天来最大的收获。那我也祝福师父的这个书呢可以畅销到全世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这本书。那这样的话我相信世界的和平就一定会早日到来啊。在这里也祝福师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吉祥，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那师父，我们今天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贵宾，那呢也有很多都是远道而来的。我们最远的呢是从德国，我们有一位德国的导演莅临我们的现场，那我们现在也请他来跟师父说几句话。Liebe Meisterin, ich bin erfreut, dich zu sehen, aber wenn ich dich sehe, habe ich eben keine Fragen mehr. Ich wollte nur sagen, dass wir hier versammelt sind wegen deines Buches, Birds in My Life, und ich mich bemüht habe, dazu einen Kommentar zu schreiben. Der übersetzt worden ist hier und woraus ich nachher ein wenig verlesen soll. Ich weiß nicht, ob du da ein paar Sätze draus hören willst oder... Ja, natürlich. Oder, ja? Ja, bitte. Wir ahnen ja längst, dass beim Dialog der Autorin mit den Vogelpersönlichkeiten etwas für uns Unhörbares, Unsichtbares mitschwingt. Sind es uns noch unbekannte Schwingungen, Kräfte oder das, was dazwischen ist, dazwischen hin und her geht, was da wirkt? Gibt es auch für uns eine Brücke dorthin? Wie in einer Meditation kehrt die Autorin immer wieder zu dem Thema der Liebe zwischen ihr und den Schützlingen zurück. Ich glaube, sie will uns behutsam ins Herz pflanzen, dass die bedingungslose, gottnahe Liebe die Brücke ist, über die wir der Verständigung mit anderen Wesenheiten näher kommen können. Mit dieser edlen Liebe zu allem Lebendigen, das uns umgibt, helfen wir, die Welt friedlicher und schöner zu machen. Das ist für mich die wichtigste Botschaft des Buches, die Vögel in meinem Leben. Deswegen berührt mich auch die Geschichte von dem helmgefiederten, friedlichen Krieger Aga Khan so sehr. So, das war es erstmal hier als Zitat. Alles verstanden. Vielen Dank. Ja, ich danke dir auch, dass das... Sie haben geschrieben, so wie ich schreiben wollte. Ja, ja. Okay. Vielen Dank. Danke, danke. Wir haben sehr viel Spaß mit dem远道而来的德国导演. Thank you. 他讲的比我讲还要好呢。好，接下来我们请还有现场哪一位来宾，请。师父你好。好，你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盛会。我是中华民国动物福利环保协进会理事长刘香兰。师父，我想你给我指引一下，我从事这个动物的关怀将近20年，以我一个人的能力，也收容了好几百只的动物，可是我很难很难去感动一些人那种心态，有物种的歧视，这是我心中的痛。当我看到师父您那种跟动物的互动的时候，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对，所以呢，师父，我想请您告诉我，我如何能可以做更多，让我们把心中的那爱能够再找回来，对这个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给予应当的尊重。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看到师父您这样子一个带领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与动物中那种心灵的交流。请您告诉我，我接下来该如何做更能够感动这个
台湾的人，谢谢您师父。我是感激您这位菩萨帮助我们动物朋友们啊，就是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嘛，因为人啊，他们不是没有爱心，他们是有爱心，谁都有爱心，就是他们大懂嘛，没有人跟他们说明，人类这么多，一个一个说明也是不容易，所以大家尽量每个人做一点，也许以后我们世界会改变，动物也会得到更好的对待。我是祝福你继续把你那个爱心呢播给大家跟动物朋友们，佛菩萨会保佑以后我们能够帮助什么，我们会继续拥护你好吗？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机构啊，那个组织啊，可以放在电视上啊，给大家知道，也许没人帮助一点又更好。哎，我们有一个电视台嘛，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好不好？菩萨。谢谢师父。那现在呢，我们现场呢有一些媒体朋友们，他们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师父。好，师父你好，我是八大新闻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您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这个动物的忧郁症的部分？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他们很小，心情不好，平常他们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天天有互相交往，互相像朋友聊天，照顾得很周到，比方说我们鸟每天为他们散战，然后最好的食物常常换他们那个水，然后天天带他们出来玩，不是说放在笼子里面整天整晚，不是，他们有他们玩的地方，然后如果他们跟人能够沟通，能够一起玩的话，他们天天就快乐，这是我的。别的的话，当然大家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跟对待一个家人一样，跟对待一个朋友一样，用这种爱心，用朋友之情，互相了解，这样子他们不会不快乐的。我的鸟天天我也问他Are you happy? 他们都说 Yeah, very happy. 他们都很高兴。谢谢您，谢谢您问这么好的问题。谢谢师父。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东森电视台有问题要问师父。那欢迎，放在特别节目前面，欢迎欢迎。师父，东森电视台的张姓记者他想问说，师父您现在在哪里跟我们进行连线啊？这个我报告警察而已啦。如果警察说 OK， 我哪里都可以住的。我现在哈在欧洲，我们在巴黎小中心有这几天有活动，有那个闭关打坐这几天，今天是本来是最后一天了 ，OK？ 刚好报告你们。师父，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问。Yes，OK。刚刚播放我们有一些 DVD， 就是您跟这些鸟语兄弟拍的影片呢，是在哪里拍的？哦，不同的国家，多数是在美国，那个时候好久了，这些影片都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有时候
我的棒手助手的人啊，他们看小鸟那么好玩啊，他们就随时带那个小的傻瓜的那种 camera 呀，然后看到什么好玩他们就这样叫了，所以影片有时候不什么很专业的，不怎么对专业的人是也许缺少很多，就他们呢喜欢给大家一起分享嘛，所以不好看也影片也没关系，主要就是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人鸟之间怎么上足了啊，怎么样这样子，那个温暖的感情了 ，OK， yes， 好。师傅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没问题，多少都可以。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影片呢是要传达给我们的读者也好，或是大众也好，是有什么样的讯息，我要我们人类啊了解多一点动物的世界，也许对他们更了解，更有那个同伴的那种感觉，多照顾好，多有那种互相更了解了 ，OK？ 因为目前我是平常一些人都不了解动物，认为动物比较笨啊，比较不了解啊，不懂事啊。即使他们真的很聪明，灵性很高 ，OK？Thank you。师父，下一位我们想请台安医院前院苏主会苏院长跟您分享。欢迎，师父好，你好。实际上，我看了你的那本书以后，我有蛮深的感动，因为看到师父那么样尊重生命，而且能够跟动物对话。哇，这是要很用心去体贴动物的一个感觉跟他们感受的话才能够做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能够尊重生命的话，世界会更美好，谢谢。这是我们的主意了，对，主要就是这样。师父你好，我是中华民国野鸟学会的秘书长，我叫余维道。非常感谢师父出这样的书，让我们知道说人跟鸟的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人跟鸟是可以变得很好的朋友的。那我们基本上比较重视去保护在野外的鸟类，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如果养鸟的话，也要把鸟好好的照顾，像师父这样好好的照顾鸟类，让鸟类有很好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那我们也请师父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出新书的机会呢，呼吁所有的朋友，呼吁所有的人，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宠物鸟，照顾好我们的宠物，把我们的好好的照顾，像师父这样子。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让所有的鸟类，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的空间。除了养鸟之外呢，我们更希望师父能呼吁大家走到野外去，去爱护，去观赏在野外的鸟类，跟他们成为更好的朋友。谢谢师父，请师父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大家，谢谢。是，对了对了对了，丢了啦。你这样对了啦，我们是也要野外动物也要爱护，要想办法保护他们，想办法照顾。我下一站会出一本书，叫做高雅的野外的生命 The Noble Wild， 我快好了。那本书快好了。这一些就是高贵的野生，就是我跟野外的动物有交往的经验啊，还有那种活动啊。下一站会跟大家分享，还没有好，不过快好了。Thank you， 谢谢，谢谢。
好，我们再请下一位贵宾。大家好，师父好。你好。我叫顾敏，我长期从事教育文化的工作，我在大学教书，也在联合国 UNESCO 担任图书馆方面的这个常务委员。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人跟所有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想也可以讲叫做是这个 natural being 的一部分。所以人要能够过很好的生活，除了人类之间要和平相处之外，我们和其他的生物也很需要和谐相处。而且有内在智慧和内在灵魂的人，那么一定是可以跟其他的生命做沟通的。我想师父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这个DVD 里面，那么鸟自然而然就会飞进来，那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表情，小动物小鸟它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作为人类，我想要更加的敞开我们的心胸，敞开我们的灵魂，发挥我们的爱心，我想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就会更美好。那么也谢谢师父给我们的开示，谢谢你。对的，谢谢。谢谢。那师父，我们现在请我们现场的贵宾赖吉仁先生来为我们说几句话。那他是台湾的本土鸟类还有生态的画家。师父您好。大家好。我想好我简单说几句，就是我觉得师父在这样的书里面呢是展现出了就是他的一个最好的示范，就像刚顾老师所说的，他做了一个给社会给世界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好，也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爱护这些动物，好，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想要照顾这些动物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去买，好，也不要去繁殖，其实我们可以去照顾很多收容所里面，因为我知道师父他的动物几乎都是从收容所里面去收容一些很可怜的动物，然后好好的照顾他们。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也就是要去做一个示范，就像师父一样做一个很好的示范，一直用正面的方式去让这个世界能够有改变。像刚才也有位朋友他在做这个动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好，但是也很辛苦。好，那师父也给他的答案就是我们继续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去做我们能做的，那我们做了越多的示范，这个世界一定会改变。谢谢师父。是的，是的。多数每个人都喜欢动物，他们喜欢养鸟啊养狗啊等等，不过不是说每个人能够养，所以如果他们不想养，不是说因为他们没有爱心，就是他们时间太紧迫或是没有经验。如果时间太紧迫还有环境不好，比方说房子太小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考虑，不是说养动物才是有爱心。如果我们不能养，我们也可以继续拥护这些养动物的组织啊，或是传播那种爱护动物的爱心，这样子也算很好帮助。如果有机会可以养收养鸟的话，比方说收养鸟，那我们先要先准备好，要知道哪一只鸟对我们比较有缘了，要看书，要看哪一种鸟我们喜欢，或是要养它的话应该有多少条件，应该怎么做，看我们能做得到或是做不到。因为不是说带它们回来然后喂一些好食物就好了，还要有天天照顾，天天沟通，跟一个朋友一样，跟一个很敬爱的朋友一样，跟一个比方说家庭的家庭人一样，应该这样子交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动物们他们才能够快乐过的日子，不然的话他们的那种感情也是很深的、啊。
他们非常忠厚，非常有感情，对人跟对家他们的自己本人的家人一样。所以我们要养动物以前，当然爱心是有了，不过knowledge 也要有，要知道怎么养了 OK， 也要先有，先准备好才带朋友们来 OK。 Thank you， 谢谢。我们要收养动物哈，比方说你养一只鸟不一定能够天天跟他们沟通，跟师傅一样那么沟通，哎呀，没关系，爱心他们会感受得到，然后越多爱心会越跟那个鸟沟通，那自然会有那种心灵的互相了解很清楚，跟我们人对人讲话一样那么清楚。不然的话有时候鸟啊，我就讲鸟而已，因为我们今天讲鸟嘛，不然的话所有动物都一样，如果我们跟他们沟通的话，有时候他们的语言啊不跟我们大一样，不大一样，所以要真的有爱心才能够了解他们。比方说我那只白的鸟哈，它叫 Mirabo 啊，也许各位有看到了，有吗？有。 OK， 那只 Mirabo 哈，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要吃那个爆米花，不过要有那个蜂蜜放上去才好，你懂吗？那个甜的 OK。 他怎么讲呢？他没有跟我说他要爆米花跟蜂蜜，他就说他要爆米花，不过有那个玫瑰的那个奶油啊 Rose Butter，那个是他真正的话，他讲这样，他要那个 rose butter， 我是这样子翻译说玫瑰花的那种精华啦 OK， 他就是说玫瑰花的精华在爆米花那边。我就想了半天，怎么会有那种爆米花又有玫瑰的那个奶油呢rose butter 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听过 rose butter， 想一想啊，了解了 OK，他就要那个蜂蜜嘛花的那个精华了，花的奶油了。我们吃那个平常我们吃那个爆米花有时候他们放那个奶油，有没有奶油啊跟那个一点点那个盐巴啊，他就不是说要那个普通的奶油，所以他要我金主，他要玫瑰的奶油后来我知道了他要那个就是花的精华了，花的蜂蜜了。在那个鸟的世界里面，他就懂，就是人家吃爆米花，你有时候你去那个看电影嘛，电影里面人家卖那种爆米花有放奶油，有没有？他就认为那个是好事，对人生是最喜欢的。不过他不要那种奶油，他就要玫瑰的奶油，他不是说花的奶油，他说玫瑰的，因为大概玫瑰是最漂亮的花，在世界我们是最喜欢的嘛，好像最高雅的，所以他说他要玫瑰的奶油，意思说他要完全素食，他不要那种平常人家放那种奶油跟从那个牛奶煮来那种奶油。不过这个也要了解，不然呢想了半天不知道玫瑰奶油是什么样的东西。后来我知道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认为那个蜂蜜啊，那个蜜蜂做出来那种奶油是吗？用花的精华做出来是吗？他说是啦是啦。那我就去买那种爆米花放那个蜂蜜，他就 OK 了哦，他最爱吃那个师父，那他们除了喜欢吃甜的爆米花，还有喜欢吃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 ？OK OK， 苹果，他们吃很多了。我们天天给很多不同的东西。OK，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那个 menu。OK， 每天不同，主要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那种。已经做出来那种很硬的那种
一粒一粒那个，这叫 pellet。不过这个是素食的 pellet， a vegan 还原素食的黄粒，他们做出来在动物的 shop 里面都有卖。OK， 给他们一点点给他们吃。然后中午的时候，那个是早上的，那小鸟是要睡觉12到14个小时的，如果睡不够，他们会精神不好，所以他们12到14个小时。这个你们如果要养鸟，就用看树都会知道条件了，那个基本的条件是要有的，环境漂亮是要有，天天要擦洗他们的那个笼子，天天要带他们玩出来。如果不能天天的，最少一两天带一次。不过天天带要有沟通啊，要跟他们讲话。如果不能在那边讲话，没关系，你讲英文、中文，他们完全都懂了。试看看，就是我们不懂他们最麻烦。他们完全可以懂中文、英文。啊，我的鸟也会讲中文呢，说你好，啊，然后他就说好。不然你进来，他看到中国人，他就说你好。因为有一次嘛，我都是叫他们英文而已。有一次有几位中国人来我家，做一些事情啦。我叫他们来，比方说修理我房子。我常常叫中国人来，因为他们国外的，生活有时候比较困难，所以我做什么都会叫中国人来，顺便帮助，也顺便一起沟通嘛，啊。家人嘛，所以有一些中国人来要修理我地方，然后他就说：“哦，师傅，你有漂亮的鸟。”我说：“好，来来来看看。”不过对不起，他们不会讲中文啦，就讲英文而已啊。我刚才这样子讲而已。那个森里其中一个那个 blue and gold， 他就说：“你好，先生。”这样子，让我们两个愣了一下了，我也会丢脸。因为刚才跟那位中国那几位中国人说，我没有叫他中文，那他不会讲中文。因为那个先生跟他说你好，然后他说你好先生，大概是我的助手的有一些是中国人啊，偷偷在那边叫他们几句。在我背后里面叫我的鸟几句中文啊，所以他是很好玩啊，讲得非常那个准的，比我还要准的，而且他不是说你好，他说你好，很牛牛那样子，好可爱。然后你讲什么，不管什么语言啊，他马上就懂，所有鸟、所有动物都懂人的语言的，这是真的奥妙。因为我们讲话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语言呢，会发出一种影像，他们就懂那个影像。然后如果你耐心交代一些，他就会马上讲你的语言的。我的鸟啊，有时候他讲话，让我的助手认为我在场。比方说我的助手叫什么 Steven 哈，有一个，有时候他在那边无聊嘛，他在那边叫了 Steven， come here。然后我那个助手认为是我叫他，他马上冲进来，哎，师傅你在哪里？然后那个鸟就笑他了，说哈哈哈哈哈哈，就这样子。你不怕你的动物不懂你，就是怕你不懂他们，不过慢慢会懂了。因为事实上我们不用那种语言才能够互相了解，我们里面有那种心电感应，如果跟动物久以后，这个心电感应会慢慢发展出来的呀。因为从你那个诚心的要了解你的动物，自然的你那个在睡觉的那种自然心灵的品质会冒出来的。我不是说有去学那种跟鸟沟通呢，它自然会出来的。因为爱心的话都会超过所有的语言，然后慢慢来你就会懂了，你们互相会懂。如果不懂的话慢慢来，如果有动物的话，晚上比较做静静的时候
就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试试看，不要想任何东西，然后问他在里面问了，说我们能不能试看看沟通一下，然后你会静下，他会沟通，他不是说用语言讲的，用那个心电感应跟你沟通很清楚啊。如果真的不能的话，因为太匆忙了，没办法静下来，又没办法记得我们有那种自然生出来的心电感应的话，也没关系啊，也不用很多语言嘛，照顾他跟照顾你自己一样，很清楚，然后也会有那种内在的感受，有内在的那种很互相了解那种感受。事实上鸟啊狗他们需要不多少，根本不需要讲话那么多，天天啊，我不是说天天跟我狗跟我鸟这样也沟通来沟通去，也不用的，我们是用爱心的互相对待，这样子够了。 OK thank you，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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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哦，忘记你的那个问题了，早上是给他们吃这样简单的早餐的，就跟我们吃面包，我是简单的那个包子啊面包啊馒头那些简单的哈。然后中午啊我给他们那些不同的蔬菜，生的生的不是煮的， OK 能吃生的我就会给他们吃啊，如果要煮的话我们就不管它了，不需要了啊。然后啊晚餐哈就给他们很丰富的啊，有不同的蛋白啊，他们最爱吃就是豆腐啊，所以我跟我助手就开玩笑说，这些就是中国的鸟哎，不一定是中国的鸟，怎么喜欢那么爱吃豆腐？啊，还有那不同的水果，比方说这个时候是有苹果啊，就我们就给苹果啊，下一个月就是那个葡萄的月，我们就给葡萄。不过这个时候啊，随时都有不同的水果，所以我们天天给他们不同的水果啊，哪一个他们觉得不喜欢我们就不再给，哪一个喜欢的话我们就天天给不同的水果给他们选择。有时候如果没有那种水果在场，我们也可以给那个干的水果啊，比方说干的葡萄啊，干的桃子啊，那都有嘛， OK 天天不同的，他们都很爱吃，不是说豆腐而已啦，我们又给他们不同的蛋白跟人一样主要就是不能太多那个盐巴，就得不放盐巴，他们那个豆腐吃这样的原味的，然后水果也吃这样原味的vegetable 蔬菜也是这样原味吃的。你多照顾他，然后你心里会感受他要什么，不然也许他也要那个爆米花跟玫瑰的奶油。爆米花跟玫瑰奶油就是那个 snacks 而已啦，是在中间吃一点而已，不是说他们的正饭哈。OK thank you 好 yes 谢谢师父给我们这么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快要接近尾声，那我们现场有最后一位贵宾想要再跟师父说一点话，那我们现在请yes. 我们现场的贵宾欢迎。师父各位有爱心的女士先生们大家好。你好，我是台湾的巨狮杂志总编辑，我姓郑，郑余生。人和人之间因为有语言可以沟通，那么人和鸟类和狗和动物，那么是用心电心灵去感应。那么我个人认为要养鸟养狗也好，那么就要有恒心，那么要有一个信念，既然要养它就要照顾它一辈子，我们不能说养了以后那么哪天不高兴就放弃它。是的。那么我从师父的这个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鸟儿都是因为被抛弃，然后后来因为师父养它，然后它感念师父对它的爱，然后它有所回报，那么跟师父呢在心灵上有沟通，所以师父了解鸟它在讲什么东西。那么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
那么这个是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人类糟蹋得一塌糊涂，那么鸟类和动物和其他生物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少，那么我们人类应该付出多一点的爱心来照顾鸟类和其他的那个动物，比如说狗。那么我对师父这种爱心个人非常佩服，我会将会将师父这个爱心那么让所有台湾所有狮子会的成员来了解师父对这个世界的爱。谢谢诸位。谢谢谢谢谢谢您的爱心，几句爱心的话是对动物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对了，他讲是对的，要养的话整个辈子，因为他们鸟跟比方说鸟跟狗或是别的动物，他们非常非常重心的，你养它一世啊，它不会忘记，如果你抛弃它，它心里非常非常懊恼，有时候也会往生的。特别鸟是非常敏感，对感情很忠厚，如果养一只鸟然后没有时间照顾它，没时间跟它交往那种感情的话，它有时候会虐待自己，然后会死亡的。所以要考虑清楚，考虑清楚，要养的话整个辈子就好，要好，而且也不要跟我养那么多了，一两只够了，狗也一样，拜托 OK。 不是说我们不要养很多动物，就是养很多我们不够时间照顾，听懂吗？然后会虐待他们，忽略他们。我家里有很多助手了，大家一起爱了，所以够时间。如果各位平常一人两人的话，一两个动物就已经足够忙了，主要就是要跟他整个辈子这样互相对待，互相疼爱，他们就高兴快乐了。然后还有，我们不是说想动物回报了，不过我们在越南话有一句说，救动物，动物会报恩，啊，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他怎么报恩呢？有时候他会带来给你很多那种幸运啊，有时候会让你的生意发达起来，有时候又让你那个身体更健康，有时候让你那个感情的方面、家庭的方面更增加那个疼爱，更增加快乐 happiness。 每一个动物带来不同的礼物，要静静的看，要静静的体会。在美国 San Francisco 有一位很富有的，他已经失去他的财产了，然后就流浪在外面了，变成一个没有家的人，流浪汉。然后突然间碰到一只狗，他天天陪他伴，然后他就心情会好起来了，然后他天天喂养他，他就身体也好起来。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在做他的工作，然后就变成很富有了，亿万富翁了。然后后来他死了以后，他留他的那个钱所有给狗的，他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给收养那些流浪的狗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你们大概都有听过，那个是那只狗带给来给他那种富裕的。很多狗也会带给人家富裕，不是给人家快乐。每一个动物来你的家不一定带来一个礼物的，你慢慢静静的看，意思说不是说他会送一本书给你，而是送一个饼干给你，不是，他慢慢做他的，在那边的他的那种灵性里面的会带来给你很多不同的惊奇的那种经验。不过也许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话，你不认为是他的。不过如果你养一只狗，突然间你生活好起来，生意好得不得了的话，要怀疑一点点，也许那只狗带来给你好运。 OK， 要慢慢观察，不是那只鸟。我有一只鸟带来很多钱，
我不要跟你讲哪一只。我不是说要养他的时候，我想到那个了。后来我才发现得到，因为后来他回家，回来我家的以后，我们慢慢了解，慢慢沟通，我才知道啊，原来是他，他带来很多钱。不过钱也用帮助贫穷人，帮助别的鸟、别的狗、别的动物了。所以不是说因为我贪钱才养他，而且还没有养他以前。碰到他的时候，我不认为是他会带来什么钱的，他不会认为马上让你知道，他看你对他好不好，啊，然后他才发达他那个礼物给你，真的是这样子，越对他好，他那个礼物会越更盛大这样子。他们因为人，他们也是从上天下来的，有一些动物。他们的那个心灵的程度很高很高，比一些人高的，不是说他那个那狗或是鸟那个样子就是普通的，不是不是。你们常常有听说以前呢、啊、有一些动物啊变成人啊，然后帮助他主人什么，那些都是真的，那些是真的。不过我们要用心灵的那个眼睛才看得到，可惜好多人看不到。不过要记得清楚，圣经里面有讲，上帝有说，我叫所有的动物教化他们出来，为了要帮助你们。记得清楚，上帝不会说谎的，帮助 OK。 所以我说他们带来礼物不是错的了，我亲身体验的，我的所有的动物慢慢来，我会了解他们有带来不同的，有一些带来好的朋友，有一些带来好的助手。他不是说叫他们过来用电话的，叫他们过来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我家存在，所以那些好朋友会自然会吸过来。不是钱会来，不是贵人会来，不是突然间我生活会更自由自在。那所以以前那种业障啊什么的，被人家拉拢什么，突然会断掉，那些都是动物做的。动物真的生出来为了帮助人。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发行出来那本《高贵野生》的话，我会露出来一点点秘密给你们看。哇，我本来不敢呐、啊，我本来不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之间嘛沟通的。在那本鸟或是狗里面呢，我真的不敢全部写下来的，我写一点点而已。我本来不想写任何，我本来就写一本人跟鸟这样子普通的，天天呢、啊、吃饭啊、玩啊、快乐这样子，我没有。没有意要写那种心灵沟通出来，不过有时候逼不得这样写一点点啊。在那个动物野外的动物，也有人也有一些帮助我们，比方说有一些动物哈，它在你附近，野生的动物啊，有时候你喂它们一点点，它也会帮助你。所以它帮助你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能跟他沟通，他还会帮助诶，跟他沟通又更好。因为我有跟一只天鹅嘛沟通，后来他跟我讲好多好多事情啊，我真的也没有时间想得到，我不是不知道，就是没时间想得到。他跟他沟通了以后才记得那些事情，然后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真正的动物啊，所有啊生出来真的是为了帮助人的，圣经讲没有错啊，要记得清楚 OK。 I create all the animals to be your friend and to help you really， 他们真正的是助手，人的助手。不过太可惜，人都不晓得，有一些人不晓得啊，慢慢来啊，都静静下来，然后再能够跟动物沟通，才知道他们又帮助我们一些什么。太可惜，他帮助我们不知道，太可惜。OK，
我们不是要帮助他哦，我们帮助他也好，不帮助他也好，不过如果能够跟他们沟通或是跟他们接触的话，他们真正的会帮助我们，是对我们真的好的，不是说对我们好，对他们好而已，对我们真正的好。了解哈，是，好，是、yeah。师父，3:30的时候我们有新书首卖会，所以现在现场我们准备了饮料跟素糕要来庆祝。OK， 我们的素糕很漂亮哦，师父。哇，这么大，不是漂亮而已。那师父能不能请您帮我们隔空切蛋糕 ？OK， 切了。谢谢师父，谢谢。那我们现在各位贵宾手上都有一杯饮料，那我们是不是请各位贵宾一起来举杯？那我们祝贺师父这本新书《真爱奇遇我的鸟语兄弟》大卖。来举杯，祝大家也快乐。祝师父新书《真爱奇遇我的鸟语兄弟》大卖。谢谢谢谢，祝大家能够早日跟动物沟通，还有跟上帝沟通。排行榜第一名。各位请用。好啦 ，Thank you。请问在场的贵宾还有没有人想要再问问题的？还有一位，师父稍后一下。Okay。动物福利环境促进会的刘小姐，师父，我在这里要代表我们收容所里头300多个生命，在这里致上最诚挚的谢谢，因为刚才您告诉我们有一个管道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投入这样一个保护动物的工作，可以在您的电视频道里播出，所以我代表他们300多条生命来谢谢你。因为我们的收容所里头有狗狗，有猫咪，有乌龟，有鸽子，有山羊，有这个家庭pig， 还有猪啊，还有很多，我真的不兔子都有啊。OK。所以呢，因为我今年也65岁了，该卖的也都卖了，所以呢，感谢师父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希望后继有人。65岁了，也差不多再过几年，应该是我该退休的时候。我担心的是那些动物怎么办？师父，你给了我信心，让更多的人来投入，能够帮助这些流浪的动物能够有所归。谢谢。我们会派人来跟他们那个 interview， 哎。你们台北听到吗？有听到。还有拨给他们那个$10,000给他们暂时那个继续拥护继续照顾那些动物。哇、wow！ 谢谢师父。师父，我们现在活动到了最后，那是不是请师父再跟我们最后说一句话，那再跟我们另外两个场地的朋友打个招呼。哎，我是打招呼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拨空来欣赏，希望以后有空见面。 OK， 不然的话，谢谢师父。不然的话，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生意发达，早日跟我们最伟大的心灵沟通，还有能够也跟动物、跟别人一起用心电的沟通。好，谢谢。我们有位贾老师，他想要跟师父讲话，因为非常的感动。师父你好，我就是今年5月底跪在红海前面2小时为流浪狗请命的贾红秋贾老师。如果国外的青海无上师的电视台应该也都有播这个短片。那今天非常感动师父对鸟的用心，狗的关心，也希望师父能够借您的力量呼吁安乐死的菩萨
不要再继续执行了，必须要由专业的兽医师来认定。啊，最好不要杀动物了，除了他们真的那种得到没有得救的病啊，太痛苦的话，那个时候医生决定不一样。不过还是要对他们爱心，在他们死的时候，痛药有爱心才行。不能无故这样子下动物，要减少动物也比较好。也许如果有狗的话，是要去结扎，给他们不胜出来那样无故的小狗，然后被杀，这样子太冤枉了。然后杀动物太多的话，对国家没有利的。最好要爱护动物，会带给国家很多福报，带给人民也很多福报。还有如果能够的话，没人来回去一直养，他们没有多少钱呐、啊，是要不多少钱。吃那种比较人家已经弄好了，吃也是很便宜的，不是不要像不用像我一样天天照顾，吃跟人一样那么珍贵的东西，也他们狗也不是要求很多，所以如果能够养我们就养。杀动物是很最小爱心，而且会带来国家不大好的业障哈。如果收养动物爱护动物，对人对国家都非常带来很多福报，带来很多非常福报。 OK。 好，谢谢师父，谢谢。我们现在外面呢有新书的首卖会，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来排队到现在。那现在呢，可不可以请师父呢说一声开始，我们现在外面就开始卖书了。我们先把镜头到开始卖书的地方给师父看。 They say from the morning they are already queuing to buy the book, so now they are showing us where they are buying. 大概多少人在那边排队呢？有四五百人。四五百人，好多人。 So many people waiting. OK。能不能跟他们说师父祝福他们欣赏那本书，然后看那本书会觉得心情快乐，然后也许会吸来很多不同的好运，因为我们心情快乐的时候那个运气也会一起来的。他们都有看到，他们也都知道了。OK， 因为，因为师父写那本书以前呢、啊，都有问那些小鸟啦 ，OK 不 OK 啦，有他们那个祝福啦，他们 OK 啦，要给人类知道，他们很非常高兴啦 ，OK， 所以也会有一起那种共同的快乐的心。所以那本书也会带来大家一种共同快乐的心，我期望这样子。然后快乐的时候就会运气好。OK, thank you, 谢谢大家光临，祝大家好运，谢谢师父，跟上帝沟通，也祝师父健康，万事顺利。 Thank you, 谢谢，一样。谢谢各位贵宾哈，谢谢媒体，谢谢大家互相帮忙组织这个会。阿弥陀佛了，谢谢师父，拜拜。别人等哈。